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时间黑洞？就是在正常工作或者学习的时候，感觉时间在正常流逝，甚至还有点漫长。但一旦空下来，拿起手机或者放松一会儿，偶尔你能感觉到时间在经过，但大部分情况下毫无意识，你觉得自己也没有做什么。但当你回过神来再看一下时间，卧槽，怎么都这个点了？他不禁会好奇，怎么时间突然之间变得那么快？那据说这个和是鸭脖还是鼠头，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并称21世纪三大不解之谜。过去呢，我也是深受这个时间黑洞的困扰，所以我又痛定思痛。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呢，通过不断的观察和复盘，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不知不觉吃掉你时间的，并不是那些有 deadline 的工作任务，而是那些你看上去觉得很简单的小事情。那就像很多开放世界的游戏一样，最耗时间的往往不是主线任务，而是支线。Every single time you switch from one activity to another, it takes anywhere from 5 minutes to 20 minutes to reset your focus and your flow. 那这篇研究注意力的文章也指出呢，不同任务之间的切换是需要时间的。那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可以做下一件事儿，可是你的大脑却没有进入状态。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敌人是谁，那只要采取应对措施就可以。所以，如果要提高自己的时间使用率，你要尽可能的避免去做这些琐碎的杂事。所以在这一个月里呢，我也给自己尝试或者设计了各种方法。这期的脑图我也会放到最后，方便大家截取。首先显而易见，如果不想被琐事打扰，你应该做更少的事情。比如拿我举例，作为一个视频创作者，那有一段时间呢，我给自己提出了各种面面俱到的要求，比如加强文案写作，提高口播，调到底岛打特道，调到底岛打特道，改善体态身材。但没过多久呢，我就发现这个上进心呢，完全是一种幻觉。真这样下去，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完美的博主，就先会成为一个完美的疯子。虽然这每一件事情看上去都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但是一旦展开了，就会涉及非常多的细节。那长此以往呢，那换来的就只有焦虑。就像减肥失败一样，那很容易造成报复性的拖延时间。那取而代之呢，我发现另外一种思路更加有效。找到你现阶段生活的主要矛盾，然后花费大部分的精力去全力攻克它。那这样的话，不但你做的事情可以更少，而且可以给你当下呢带来最大的改变。那与其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不如先暂停一下，问自己，我首先应该做什么？那如何才能让自己专注在主线任务上呢？那这一个月里呢，我发现有一个做法特别的有效。那好奇心呢，确实是人类探索未知一种非常优质的品质。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我认为能够收起好奇心，反而成为了一种珍贵的品质。因为现代的人的好奇心真的太容易被挑逗起来了。注意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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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看。像昨天的新闻有没有后续啊？那过了一晚上，我手机有没有收到新的消息啊？那自己看中很久的一个产品，618有没有降价啊？本来只想查个资料，结果跑去刷了社会新闻。那本来只是想买一个工具，结果莫名其妙刷了半个小时的淘宝。那于是当你闲下来的时候呢，好奇心会驱使你做很多计划外的事情，因为你的意识是流动的。那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只是简单的拿起手机，那最后却发现自己把所有 APP 都刷了一遍。想要收起好奇心呢，你就得不断告诉自己，这些事情呢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时效性，你又不是盯着大盘的交易员，那国际形势早一天晚一天知道，那对你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那只有你手头的任务和工作才是真的有时效性的。分享一个我这个月练习收敛好奇心的办法，就是把原来一收到就拆开的快递坚持到每天到下班再去拆开。但是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体验，脑袋当中的灵感突然之间迸发，或者是发生一件琐事我们不得不去处理，那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月呢，我后来也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比如当我集中注意力工作的时候，突然有消息过来要回复，或者是好奇心突然让我有灵感迸发，我会立刻把它们记在一个小本本上，然后快速回归工作。这是在尽可能的保护自己的专注力，在做主线任务的时候呢，不分心去处理这些琐事，等到了午休或者晚饭这种统一的时间段，我再打开小本本统一去处理。那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这些事情非常的琐碎，所以等到你处理的时候，并不会像片头所说的那样，每次注意力转移都花费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在集中处理的时候还有一个好处，那当你一项项划掉这些事物的时候呢，你会变得非常有成就感。那以上呢就是提高时间利用的三个方法。那我后来发现还有一个辅助的办法，就是把自己部分的时间程序化，它尤其适合用在像早起或者是午休这种大段时间之间的过渡，因为这种闲暇时间特别容易重新激发我们脑中漫无目的的开关。那举个例子，发现自己在健身的时候最耗费时间的并不是锻炼动作，而是在组间休息的时候特别容易走神。那程序化它就有点像 iPhone 里面的快捷指令，它能让你不费任何思考，那自动化的执行一系列的动作。那就拿我现在每天起床为例，当我一睁开双眼呢，就会立马安排7分钟的冥想，然后喝半杯水，吃鱼肝油，洗漱，
到办公室后泡一杯咖啡，楼下晒十分钟太阳，看书之后上楼开始工作。那养成了习惯之后，你发现自己根本就不用再去看这张表格，因为你的身体呢像是有记忆一般，那自动化的去执行这些任务，所以过程中几乎不会出现像掏出手机听听音乐抽根烟这样的念头。 OK， 那以上的内容呢基本上都是我为了解决自己的时间利用问题那亲身经历的过程。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一个数码博主去做这个内容稍微有点不务正业，那我最新的理解是，那无论是通过数码产品这种外部手段，还是自我建设这种内部手段，那最终都是为了解决问题，那从而提升自己生活的质量。那作为一个数码博主呢，我有时甚至可以将外部和内部手段结合在一起。那这些内容如果觉得还有用的话呢，麻烦给我一个意见三连支持一下，可以放在收藏夹里吃灰。那之后我也会推出更多类似的内容，所以记得关注我的频道。那就下次再见了，拜拜。